眼线、画眼妆，很多爱美女性都想这样美美出门。不过每次卸妆却让不少人觉得好麻烦。但其实现在有一款眼线液，不需要卸妆就能直接撕下来。画上眼线液很显色，眼睛画上就有神。但想要卸妆，恐怕很多人会以为卸很久，但其实只需要一只手。就是要卸除的时候，就从眼尾慢慢的往前抠，然后就慢慢的往前撕。从眼角轻轻抠出一个边，就能把整个眼线液给撕掉，就像贴纸一样。原来眼线液干掉后就形成一层膜，用抠的就可以整块撕起来。这项创意研发就来自台湾静宜大学教授吴佩轩。卸眼妆卸了非常的多次，那每天在眼周这样子拉扯，可能也会带动眼部产生更多的动情纹，很多的一些纹路，所以可能也会让我们眼部的老化现象又快速的产生。就是因为看准现在很多女性爱种睫毛，卸妆很怕麻烦，她干脆研发这款丝的眼线液，而且这款产品还在2016韩国国际妇女发明奖中296件商品中脱颖而出，荣获民生类金牌奖。你只要轻轻松松撕掉，那不用任何的力量，然后就可以完整的撕开这一条眼线液的膜。虽然日本有类似胶膜状的眼线液，但还是需要温水卸除。吴佩轩研发的眼线液单用手就能撕掉，在台湾、大陆都还没有人尝试过。创新想法原本韩国有五家彩妆想谈代理，但吴佩轩最后还是选择和台湾厂商合作，未来将在市面上发售。红色新闻蔡清文、白文平在台北报道。